弟兄葫芦舞蹈团轻快舞蹈表演，充分表现出今仔这场充满欢乐、甲闹热动土典礼气氛。为着疏解弟弟家啊，一到假日就严重塞车的问题，地方期待都市的六号道路开辟，加将伊正式动土。县长李朝卿、市长乡长陈金伦等地方首长甲民意代表，伫进行简单的祭拜仪式以后，共同主持动土典礼。六号道路预定由市长乡公所前的受水巷、拍通甲东堤川的文武巷，全长446公尺，道路宽度12公尺，其中将施设一个长135公尺的防空。完工以后，前往溪堤乡内游乐区的车辆将唔免行溪堤街啊，彻底解决市区塞车的问题。啊，予咱地方因为推动观光带来的商机搁较大，啊，嘛因为推动观光，卖造成着咱居民生活的这个不方便，啊，这是即届开辟外环道路的这个上主要目标。今仔日的动土典礼，有上百位地方民众前来参加，大家对未来六号道路通车是充满了期待。对这溪堤街吼，未来吼有高雄方对这个商业啦吼发展部分吼是慢慢啦。一定有来吼帮衬就对了吼。我是过年较早咧出入吼，是真对街路是上真袂当过啦。啊，即摆人往开这条路吼，可能对咱遮出入吼，游览车拢啊在遮过吼，明明搁对街路啊去擦条啊，吼是应该是加真好啦。六号道路拍通工程，总工程经费达到1亿7千多万，县府甲公所必须分别负担1300多万配合款。在地方财政困难之下，民间企业赞助以及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，促成了六号道路今仔日会当顺利开辟。公所甲管府本来财政也真困难，啊，咱的公所呢，啊，佫来救助文化村，甲伊斗三工450万，那这个公所也还佫差900多万，咱的吴敦义吴院长啊，佫甲伊拨960万，予咱的公所，哦，啊来做这个建设。所以你甲看，安尼才有法度真正顺势来甲伊开辟。溪堤乡公所表示，今年底溪堤乡将举办造桥盛会，为着配合地方这个盛事，工程承包单位已经承诺将全面赶工，伫今年11月提早完工通车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